会员应各遵之道德规范，我将按照我的报价提供服务，我愿意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会员及他们所引荐的人士，我愿意在会员及他们所引荐的人士之间建立良好之商誉与信任，我愿意对我介绍的引荐业务承担跟进之责任，我愿意遵守我所属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，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全力支持 BNI 会员，任何商务活动成功之关键就在良好的培训，因此我愿意在加入后的六周内增加新会员的培训，宣誓人我是周淑仪。